听点神评论，有人发了这么一张图片，我的雪糕，我们还在想被谁咬的时候，网友一针见血的说，压住探监啊，牛逼！还有一对大爷大妈吵架，大爷坐轮椅遛弯生气了，和老伴当街吵架，差点站起来。有个小哥看到图片，我说差点找绝育了。还有这个网友提问，熬夜伤身体，锻炼不伤身体，那熬夜会咋样？会有一个健硕的身体。最后一刻啊，我要笑岔气了。如果某地举办了一场吹牛大赛，获胜奖金1亿元，你准备怎么参赛？我们还在想怎么吹牛，这个网友说，这点钱要他干嘛？网络上的经典神评论，异地恋一般耐得住寂寞吗？你们觉得呢？只要两个人相互信任，四个人都会平安无事。似乎好多人都�喜欢在手机背后藏100块钱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别人捡到手机有钱去刷机？昨天中介带我看房，我说采光不好，中介说早上天不亮就出门挣房贷，晚上摸黑才回家，要什么采光啊？要什么采光？告诉我，这中介这么嚣张的吗？一下就把我说哭了，后来中介也哭了，陪我大的。网络上的经典神评论，有个朋友半年没发朋友圈，去2天内蒙古发了近300条朋友圈，这么炫耀的吗？你这算个啥？我一个朋友买了一块新表，一起吃饭，给我夹了200多次菜。以后不要给我带早餐了，为什么？是味道不好吗？那我换一家行吗？不是啊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这么狠的吗？那他的那份需要恰当吗？你和男朋友回家，早上起来后他出房间了，你还在躺着赖床，这个时候你放了一个很肆无忌惮的屁，挺响的。过了一会儿，男朋友进来说，这太臭了吧，快起来，我怕冷。哎呦我的妈。饭局上同事故意不给你发言，低情商的脸色突变，高情商应该怎么做？经典的高情商又来了，高情商说，我他妈情商这么高，你不给我发言。网络上的经典神评论，怎样用一句话同时得罪4个人？你找老婆的眼光和你爸一样差。哎呦我的妈。现在这饭是真的吃不起了，这么一小盒都要25块钱，说实话都不够塞牙缝的，你去补补牙吧，妹子。人才。我们这有个说法，筷子拿得越远架得越远，你们那儿有没有这个说法？我用手抓饭吃，现在架我亲哥。打工人就要有打工人的样子，早起是第一条。这么多闹钟的吗？这么多闹钟，你是准备把乔布斯叫醒吗？网络上的经典神评论，有手机还带手表的男士心里都是怎么想的？你是不是买不起手表呀？我就用酒精喷了一下，手机膜它怎么就变这样了？是喷多了吗？酒精过敏。哎呦我的妈！都是人才。这有一个报仇题啊，报仇题，你是家族老二，多年前曾追杀老大，老大被你逼到悬崖边，你把他踢了下去，你的眼神中满是不可思议。此后你接管了家族，今天老大回来了，他来复仇吗？屁股上还有一个鞋印子。有什么菜让你连续吃一个月都不会腻？红烧猪蹄。西北风吃了20多年还在吃。景点神评论，就为儿子以后泡妞着想，应该让他学吉他还是学钢琴？学电焊吧，至少可以让人眼前一亮。怎么判断女人没生过孩子？趁她不注意管她叫声妈。为啥没人捐6块钱一桶的桶装水，都是捐2块钱一瓶的矿泉水，总要30的押金。女朋友被表哥睡了怎么办？叫嫂子。网络上的经典神评论，又为粉丝投稿。你知道方向盘最怕什么吗？怕教练，因为练车的时候教练都说把方向盘打死。还有这位网友提问，我姐穿短裤不喜欢穿安全裤，经常走光，要怎么劝她呢？下面的评论说，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。问一个问题，假如你儿子很小就走失了，在你迟暮之年突然又找到了他，可是这个时候你已经收养了一个孩子，你会把你的财产留给身上留着你血脉的亲儿子呢，还是把财产留给你的养子？这个网友说，一人一半，我就是这么公平，毕竟这么多外债一个人还压力太大了。
最经典是这个女生提问，突然发现胸小的长得都好看，身材也不错，下面评论说别安慰自己了。上的经典神评论，将军竟然以20000匹马击退了30万敌军。今日得知将军归城，你是陛下亲自出城迎他。你看着他一只手勒着战马，另一只袖子空空，像是整只胳膊被砍断了。你会说，空着手来的。这乃朕的大将，听说将军砍得兴起，膀子都抡飞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禁止近亲结婚是因为基因相似度高，更容易有遗传病。如果双方的基因都非常优秀的话，没有遗传病是不是后代都是好的？你就说是看上表妹了还是表姐了。我的狗和我朋友打起来了，朋友被咬了114514下，伤口不深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家狗还会连招呢。兄弟们，几个月前认识一个妹子，目前谈对象，吃饭看电影玩景点一直也就手拉手，最近一直张嘴闭嘴直接就是要钱，200红包秒收，让我给淘宝买东西，我给发1000红包让他自己买，他反而却不收了，说让我备注自愿转正。我看到这就有点反感，然后就吵起来了。兄弟们，我是不是太敏感？突然反应过来的 ATM 机。网络上的经典神评论，我们先看张图片啊，你衣服里塞的是什么？你他妈，我问你，衣服里面装的是什么？鸭肉吗？是塞的你二舅。别追了，真的装不下了。请问这种拍摄方式叫什么？抓拍。哎呦我的妈！后天我们姐妹几个打算去秋游，晚上露营有点害怕，有没有防身的小妙招？这叫的什么妖魔鬼怪的事？抛开万圣节那天，一年364天都安全。